孩子们周末从寄宿学校回到家。加拿大环球邮报5月14日文章，原题：中国最后的学居者努力保留地下家园。在中国的战乱年代，当土匪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水塘镇偏远山区的塔井村附近出没时，当地苗族村民躲进庞大的洞穴，此后他们在洞中定居下来，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仍不愿离开，坚守着贫困和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。这些洞穴位于中国最穷省份，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一条通往附近道路的羊肠小道，需疾步一小时才能走完这段陡峭山路。但过去20年来，逐渐增多的游客已使这些洞穴不像以前那样与世隔绝。游客们来这里体验中国最后一个持续有人居住的洞穴。当地学区家庭已兴起一种行业，通过出租房屋获得额外收入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他们的房屋已聚集在一个名为中洞的洞穴内。这个如同飞机库的洞穴很庞大，当地居民的木质或竹制房屋已形成一个小型地下村落。白天，洞中充满牛和公鸡的叫声，下午，儿童的笑声在洞内回荡，炊烟的气味弥漫在洞内凉爽宜人的空气里。当地政府希望中洞居民搬到附近的居民区，那是一片近十年前就已竣工的白墙农舍。当地官员表示，洞穴已不适合居住，政府应负起管理责任，因为这里已被列为格凸和风景名胜区的受保护社区。他们为每名搬走的居民提供6万元补偿，但目前仅有5户人家同意离开，剩下的18户不愿搬迁。毕竟这个洞穴的精髓是其居民。在这里开办首家旅社的村民王启国因如是说，迄今洞穴中最大的变化是2002年在一名美国富商帮助下与该地区电网联网。在洞内开小卖铺的农民王启才因说，年轻人或许出去打打工，但许多人最终都返回这里成家，这个洞穴就像家一样。作者布莱恩·邓顿，丁宇。